妈祖慈悲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进入妈祖网络大学堂，大家来学习妈祖圣道的知识。啊，有一位呢，远在大陆山东的同修，在讨论区来问到一系列的关于妈祖信仰的问题。啊，个人觉得非常好，可以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。那他问了一个问题，因为在山东没有什么妈祖庙啊，他如果想信妈祖，他要怎么样来认妈祖为妈妈？那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在台湾虽然是到处有妈祖庙，很多人呢也想成为妈祖的正信男女，成为他的孩子。那各庙各庙呢，棍讲的各归自己的三宝佛法僧，因为每个庙虽然都是妈祖天上圣母，可是每个庙的灵是不一样的，灵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的法也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收 K 这样的方法也不一样，他的身就是庙这个团体，他们的习俗习惯，他们的规定也不同，也不同，所以各归各地妈祖庙的活法身，所以我们都说宗教入门先修三皈依，你是拜哪一尊妈祖？啊，读哪一本经典，写哪一些经典，哪一些法，然后呢归于哪一个庙啊，庙的团体啊，老师是谁，长辈是谁，谁来指导你，叫僧，僧团活法僧。那各归自己的三宝，自己的一个规定，所以北仰朝天宫妈祖有他的习俗，那我们从小我接触的习俗，我是妈祖的客家，那是阿嬷到妈祖庙，那请示妈祖，阿爸三杯，我的孙子施圣台，想认你当妈妈，妈祖愿不愿意收他当干儿子？愿意的话给我三杯，因为北港朝天宫大部分的习俗我们都是要三杯载载稳稳的，天时地利人和通过天人地，所以比较传统，那一般我就知道是这样子。那你来问啊，义德妈祖的说 K 这样的习惯是什么，他是说我们都在网路，所以不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，你只要在网路呢看他的墨像，妈祖的相片墨像，然后呢你认同义德妈祖同修会当作僧团，你学习的对象，学习的团体，赞助式的团体你认同，那皈依佛皈依僧啊，你想成为一个妈祖的客家，只要你心中正心诚意，叫他一声妈祖妈妈，一个妈祖妈妈，你这样认同他是天上的圣母，按他就是你的妈妈。所以每个人的法方法不一样，每个僧团每个佛方法不一样，所以皈依佛法僧各皈依，依据自己的佛所传的法，所传僧所教的方法，佛法僧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位同修远在山东，但没有庙可以去，没有僧啊，你有可以上我的网路，如果认同我们，你可以皈依这个网路，
也就是我们一德妈祖同修会，我们一起来共修这个僧团，因为我们就弘扬一德妈祖的法。我们弘扬是北港朝天宫版的《天上圣母经》华，拜的是北港妈祖细骂分灵的义德妈祖，所以我们也有佛，也有华，也有僧啊。所以你找不到附近有天妈祖庙，那你就在网路上来皈依，你只要念统的就可以。那神佛呢，宗教呢，都是无相，相为相，他是无所不在的，没有相的。妈祖不是你想象的像一个妇人一样，一个女孩子，不是的，那是我们相为相，用这样相来当作妈祖。妈祖是无所不在的，像空气，像电磁波、电磁场，无所不在的，看不到了，无相的。可是我们那个相，那个相片，那个佛像，那个神像来当相，这一切都是假相。可是要以假来修真，以这个相来修这个无相，来接近妈祖的神灵。所以皈依三宝，念妈祖当妈妈，各地的神灵的方法、僧团的方法都不同，所以我常讲宗教信仰的说法众说纷纭，各依自己的三宝，你的佛怎么说，你的经典怎么说，你的老师怎么说，你就尊敬，都合乎佛法僧的精神教义，就是正信的宗教。所以要当妈祖的客家，首先你想皈依哪一个妈祖，都到那个僧团去请教他们的皈依的方法，成为他们这位妈祖的客家的方法啊，就遵循他们的仪轨。那我们义德妈祖同修会呢，妈祖说只要心中有我，正心诚意，常常念佛，念着我，看着我的佛像，清起莫相，无不相同，所以一定会跟他道交感应。只要你正心诚意，那常常上网听善知识，那你就是皈依这个身，皈依我们的同修义德妈祖同修会的网站的教义三知识，就皈依就是僧。那读呢《天上圣母经》北港朝天宫版，来再修大乘佛教一些所谓的经网的经典，物资要点要去学习，你就是有佛法僧开始入这个门了，你就是妈祖的客家。那妈祖的其实都是一样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只是每个人的因缘不同，就随顺其缘，不要太有分别心。最后我们的精神都是慈悲感恩，为众生利益众生，菩萨心啊。以上呢是顾问的分享，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妈祖慈悲。